从花莲沿着省道台九线往南方向，然后接台九丙，在仁寿桥之前直接往前行驶，右边的路标写着同门村，右边首先映入眼帘的标语就是莫古木鱼游客资讯中心。莫古木鱼在东台湾来说，它是好山 好水的另一绝胜地，因为这里的自然景观没有被破坏过，而且部落的村民把它保护得好好的，因此这个地方在花莲来说是另外一个新生的观光景点。莫古木鱼的自然景观在清水溪这个地方有一个弯月峡谷，可以看出来自然景观的特色，每一颗石头都有每一颗石头的造型，所以游客告诉我们说这个实在是最美丽的地方。从空中鸟瞰木瓜溪，上游的主要支流清水溪发源于3000多公尺的能高南山，河道经过同门附近冲刷形成许多河阶地，由于地面平坦成为人口聚集的地方。从清流桥往下看，可以看到清流溪与清水溪汇流的地方。日治时期，日本利用木瓜溪丰沛的水利，在同门部落附近兴建了3座水利发电厂。为了维护发电厂设备而修筑道路，而产生了木古木鱼步道。战后又陆续增建了5座水利发电厂，到现在总共新建了8座电厂，其中龙建发电量最大，供应东部地区用电。泰鲁格族人在19世纪末叶，由7个家族从南投仁爱乡迁徙到东部，选择在木瓜溪上游以及巴托兰溪、清水溪一带的山腹地定居，直到1914年才被日警强迫迁移山下。其中一个家族来到榕树部落开辟新的家园，随后其他家族也相继来到同门部落定居，而后日本将榕树和同门两个部落合并，取名为同门。1990年6月，欧菲利台风侵袭木瓜溪，土沙淹没3公顷多的土地，造成同门灾变事件。同门村第13邻旁的小溪沟因山崩造成土石流，造成房舍24间全毁，半毁11间，29人死亡，6人失踪，68人无家可归。同年9月，经过重建后，多数受灾户迁到溪谷口的博爱新村。
如果要看那个看那种，如果人家来，我的也用给的，我是用给的。部落族人由于亲身经历失去家园和亲人的切身之痛，更体会守护家园和传统领域的土地，担心悲剧再次重演，并决心守护家园与捍卫传统领域的行动。买点收入给你，咱们是打好你干那个吧了，一旦你皮压到我的。我的广告是打好你都，等我给我我阿弥那的，我不让他插白头干的嘿，给他回报也皮下回报你，根本的你输那个你打良心的，他们都实际那的，我的他就后来说，阿郎都嘛的呢，去了也都嘛阿郎的后来，第二天去的。位在同门部落长老教会的后方，有一座建于日治时期的同门社忠魂碑，目前埋没在田园蔓草当中。如今忠魂碑被推倒，没有人清理维护，当地族人希望能够重视这座纪念碑的部落历史。这个是日本神社，日本神社人以前拜神，日本拜神的时候用的，只剩下这一座而已，其他都欧菲利台风这样扫过去的时候，那个土石流都淹到那个地方，土石流那个哪个他那个泥浆有没有淹到那个地方，差点我家就这边的眼镜差一点点，那时候、哦、土石流下来就嘣一下一声而已、哦、那边都平平了，我爸爸走出来的扫水沟，哎，几个泥土怎么都黄色，因为深山高山太山太高的泥土都黄色的，底下泥土是黑色的嘛，我的爸爸是奇怪一看，哇，那边都平平没都没有房子，所以有的神社本来是从底下差不多100公尺远嘛，这样上来了都被土石流这样淹没过去了，剩下这一座而已，这个他这个柱子也倒了，不会的台风这样一扫过去就没了，整个都变了，只剩下这一座而已。你那边呢？1934年12月，根据台湾《日日新报》介绍，同门社忠魂碑是为了纪念当地高沙义勇队的纪念碑。直到民国63年，政府颁布清除日治时期遗迹要点，纪念碑的文字才被抹除，而后又被破坏推倒。神社原址现在已成为蓝沙坝，不过在同门教会后方仍然可以看到神社的石灯笼、阶梯，还有倾倒在荒芜蔓草中的忠魂碑，留给当地部落文史工作者难忘的记忆。另外，同门部落依然还有威权时期的管制措施。1991年4月，国防部依然在清水溪流域划设山地管制区，并在入口处设有同门检查哨，管制族人进出耕作，长期以来引发族人的不满，多次召开部落会议要求撤除同门检查哨，回归部落自主管理，仍然未获得相关单位正面的回应，更引起族人的不满和抗议。捍卫狩猎文化，捍卫狩猎文化，请警政署尽速撤除同门检查哨，将清水流域交还给同门部落自治管理。2015年7月，经由同门部落会议决议撤除检查哨之后，同年8月由秀林乡公所函转警政署处理，仍然没有正式回应。直到11月，族人因为秀林乡公所举办狩猎季，申请上山狩猎，回程就遭到同门检查哨员警拦截，并要求出示身份证，引起族人的不满和抗议。好像几乎都在攻击我这个同门部落这里，说有申请到穿山甲20只，因为现在公文都还没有到我们猎人手上，不知道
他们是在做什么。我们一定有申请要去狩猎，问题公文还没有弄到我们真正的猎人手上。我们哪里有穿山甲？我们也不吃穿山甲。我这一生我77岁了，还没有吃过穿山甲，连看都没看过。花莲县政府公告给秀林乡公所的狩猎季，竟然可以捕获保育猎物穿山甲。部落族人质疑是由乡公所提出的申请，于是部落决议猎人拒绝参与狩猎季的活动，以表达抗议。由于族人持续抗争，要求撤哨下，设立27年的同门检查哨终于落幕熄灯，族人终于自由进出清水溪流域。同门检查哨撤离之后，国防部仍然把同门村划为山地管制区，目前由同门派出所定时巡逻。不过清水溪流域因遭受2014年麦德姆台风的侵袭，造成1号隧道口前发生坍塌，目前路段封闭禁止通行。未来道路修复通行之后，部落居民希望能够总量管制，以接驳车的方式接送游客进出，以守护清水溪流域的原貌。10年以来，同门部落在县政府发展观光产业的政策下，通过木古木鱼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将清水溪流域规划为木古木鱼生态廊道，以吸引大批游客进入部落，引发村内两个部落不同的意见，并于2013年3月在同门部落召开部落会议，邀请原住民立委沟通协调。我们在场的族人哈，甚至大家都是反对这个纳入木古木鱼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啊，我问一下是不是哈？是不是？是。啊，大声一点，是不是？是。100%全部反对吗？对。对不对？对。100%都全部反对是吧？对。好，我是赞成，赞成的立场。因为如果说实在话，法源还在县政府，还没有通过。如果这个法源下可以创造部落人多少的就业机会，好，现在公所啊，公所挹注多少经费在这个部落里面，如果今天没有公所，那么多的游客上去，你们那些垃圾谁在捡？不是乡公所吗？有吗？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会。10年左右了，这个从木古木鱼护溪产业协会到现在，从来没有尊重过部落族人。这个经营这个木古木鱼的问题啊，你们好好谈，我们来大家一起心平气和的来这边谈，对不对？不行的话就不要。农事村民，我们有没有全数通过这个事情？没有啊，没有。好，请举手，再举手一次。既然我们部落有正反对的声音，两种声音的话，当然我们这个案子就暂时不推，由部落取得共识。你们说可以，我们就会推；你们说不可以，我们就不会推。村内两个部落针对清水溪流域的发展，双方意见分歧，始终没有建立共识。2016年4月，同门部落召开第一次部落会议，由于会议通知书并没有邀请另外一个榕树部落的住户，结果引发抗议和冲突，双方发生严重拉扯，造成会议无法顺利进行，部落会议主席只好宣布解散，择日再开。
今天的同盟部落会议，我们择日再开，七岭到沙岭的部落会择日再开，我宣布解散。部落会议主席宣布解散之后，不过留在现场的榕树部落居民提议选出临时部落会议主席，立刻引起现场一阵骚动，两个部落居民相互拉扯叫嚣，多数留在现场的居民推选临时会议主席。做讨论，好不好？我们同盟村一共是285户，285户，那今天到的176户，也就是说已经超过一半，所以我们这个会议算是成立的。我们部落人的权益啊，不能随随便便让他们几个人就来决定，来决定我们部落人的命运。同盟部落的部落会议被村内另外一个部落替代，部落族人质疑不符合部落会议程序，并认为幕后主使的秀林乡公所擅自将同盟部落的部落会议变更为同盟村民大会。同盟村有两个部落，榕树部落是一个部落，他们有他们的部落主席，所以我们真正的部落是7到12岭，我们今天他们在开会的，他们是来霸凌我们的部落会议。4月22号那一天，根本我们榕树没有人参与，是没有给我们那些通知书，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参与。强力的把部落会议主席在同盟部落的开会的权益由公所来主导，以村的方式来做进行，还是希望村民，我们部落的村民能够团结起来。六年以来，为了守护家园与部落的发展，同盟部落召开多次部落会议，内部的意见分歧与家族间的矛盾，族人希望重新整合，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共同为守护清水溪流域的发展来努力。10年以来，同盟部落多次透过部落会议决议反对清水溪流域规划为木古木语生态廊道，并宣誓捍卫清水溪流域的传统领域土地，不过并没有获得相关单位正式的回应。直到2017年9月，族人为诉求捍卫土地权益，在检查哨前用竹屋设置部落工作室，反而遭人检举侵占河川地。愿不愿意自行拆除？不可能！可能啊！自己花的不可能！还是都有农作物，就一气之间说河川局的土地，现在一听到说是确占河川局的土地，这个完全我不能认同。秀林乡公所通报第九河川局测量后，认定属于河川地。花莲地检署以窃占罪嫌起诉部落会议主席等人。后来族人接到法院传票，法务会台东分会执行秘书认为，第九河川局在划设河川区域之前，并没有召开公听会跟族人沟通，希望透过法律程序来厘清土地争议。第九河川局告发，在划为河川区域之前，其实都没有跟部落召开公听会讨论。我们希望透过刑事的法律来确认这块土地的争议发生了什么问题。本案经过2年审理之后，判决被告部落主席无罪。不过，曾主席表示，部落曾经在2000年向秀林乡公所申请放林原保地。同盟段的地号共有340多笔土地，也自费分割测量，到现在只有90多笔放林，还有250多笔没有下文，将继续为族人争取土地权益。
2016年2月，同盟部落召开部落会议决议，要求花莲县政府依据原基法的规定，依照原住民族意愿回复原住民族部落及山川传统名称，将木古木语的名称变更为清水溪流域，并于同年十月由同门七大家族在管制哨前面以鸣枪烧狼烟宣告传统领域，以昭告祖灵。这个传统领域这个位置呢，是在日本人1895年还没有到台湾之前我已经形成的位置。部落族人担心一旦划设人文自然生态景观区之后，清水溪流域内的原保地可能遭到花莲县政府变更编定，导致传统领域土地流失，因此部落族人发起联署拒绝划设自然人文景观区，并表达我们的土地由我们自己管理的诉求。这个传统领域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我们下一代，我们现在以及下一代还要运用下去。部落才是主体，部落才是主体，部落才是主体。十年以来，同盟部落不断以部落会议决议的方式向相关单位诉求清水溪流域交由部落自主管理，然而多年来的陈情抗议到现在仍然没有下文。为了宣誓捍卫清水溪流域的传统领域，同盟部落在2014年6月，族人以烧狼烟、鸣猎枪的传统习俗拒绝观光霸凌，以短暂性封路的行动呼吁游客步行进入，事后被旅游业者提出恐吓、妨害自由以及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等告诉，由警方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我们同盟现在还是持续在为这个土地打拼。这件违反枪炮的起诉案，主因是族人不满过多小巴士进出清水溪流域，影响部落安宁和生态破坏，并以烧狼烟、鸣猎枪的传统习俗限制游客进出清水溪。警方以违反枪炮管制条例移送侦办，经过1年4个月的审理，花莲地检署以理解原住民族的处境、尊重传统文化为由，判决不起诉处分。花莲地检署检察官不起诉处分的理由，主要是承认了，原住民面对重要的仪式以及庆典，以烧狼烟、鸣猎枪的方式来召唤祖灵，是原住民的传统。虽然部落族人感谢迟来的司法正义，但由于清水溪流域依然挤满了游客，族人重提三项诉求，不反对观光，但要求政府做好人数控管、垃圾减量以及解决停车的乱象。现在只有要求规定只有步行走路进去才可以，以前是600人次，但是他管控都已经超过1000。花莲县政府对于部落封路的态度仍然尊重部落自治的权利，不过道路属于公有，秀林乡公所派出纠察队在现场登记人数和车辆，目前还是找不到解决的方案。为了解决清水溪流域的垃圾问题，部分居民希望聘请专职的清洁人员清理垃圾，但遭到部落会议主席及护溪队长的拒绝，并强调自己的溪流自己管理，不需要聘雇清洁人员。不需要了，我们自己在动了，我们部落会议的人就动了，不用花钱。部落居民拒绝聘雇清洁人员的原因，是由原住民县议员在2015年7月
召开协调会，做成决议，增设停车场和聘雇四名清洁人员。不过这项决议遭到部落会议主席的拒绝，并强调自己的溪流自己管理，不需要专职的清洁人员清理垃圾。2013年12月中旬，在台十四奇莱县17公里到18.5公里的地方，花莲区林管处南化工作站人员以道路侧边倒木为由，雇工用怪兽入山，将多株珍贵风倒木清运下山。同盟部落族人质疑林管处是从陡坡以钢索强拉倒木，并在现场拿起摄影机记录这场风倒木事件。这片啊，这片，那我手上这个是，这是活的啊，这不是现场，我们不是那个死的，不是那个什么。部落族人组队再次上山勘察，发现取材现场到处满目疮痍的开辟痕迹。花莲林管处以维护道路安全为由，以怪兽入山，将珍贵风倒木清运下山。部落族人质疑林管处从陡坡以钢索强拉倒木，开辟便道，深入山谷干沟拉取木材。多株珍贵林木已被画上红色记号，准备以重机械清运。族人质疑并非单纯的清运风倒木，大块木的，你看这个痕迹都在道路，用这个沿着路跑。风倒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部落族人守候在龙头附近，将载运红块的车辆拦下。族人表示，林管处没有通知部落跟乡公所，有危害水土保持与国土安全的疑虑。部落族人担心28年前欧菲利台风造成的土石流的悲剧又在同盟部落重演。有没有经过部落族人的同意？有没有经过那个村长还有乡长的同意？经过秀林乡公所人员协调后，先将木头放置在同盟派出所前面，并在2013年12月下旬召开部落会议进行协商，并邀请花莲林管处处长出席。这次，邮局他们在我们部落载运木材，到底动机是什么？为什么？在我们传统领域。你们从事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依据什么？我们今天去拿那个木头并不是用砍的，它因为它是一个受到台风以及后来相关的豪雨的影响的一个倒木。为什么开路？我想这个不是开路，它是为了要拿、那个是开西路啊，把那个木头拿下来，为了要在那个枯木在那边它不会跑，它也不会影响我们，可是你为了要去载它，你开了一条路，你不是在破坏，是在干什么？这就是村民质疑的。也许我们的这个作业技术面哈、就技术的层面上有一些问题。我们希望明天下午以前，请林务局、林务管理处把你们载下来的木头放回原地。经过协商之后，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共识，引起部落族人的不满和抗议，而后就地起火，日夜看守木头，开始进行护木行动。到了2014年1月，有原住民立法委员邀集相关单位到同盟部落召开协调会，双方终于达成共识，林管处终于同意把木头交由部落会议决议来处理。部落会议召开之前，暂时先将木头放置在活动中心广场，以作为精神的象征。以后那个
漂流木下来了怎么样，如果说停在同门这里啊，就是这部落跟那个林务局啊达成共识，这样就可以了。直到2015年4月，同门部落与花莲林管处拟定同门部落传统领域争议林木保管协议书之后，由林务局保管，而部落可以依法申请取回作为公共创意之用。我们就要共同来签订一个保管的契约，然后呢把这个木材逐根的拍照，逐根的喷漆落印丈量，那重新呢运到我们南华工作站来保管。双方终于在2015年4月7号签署协议书，并召开记者会，并将每一根木头拍照落印钉上财产铁牌后，由族人们护送木头运到南华工作站。历时一年半的护木事件终于圆满落幕。从花莲往台九饼鲤鱼潭的方向，在仁寿桥之前直接往前行驶大约50公尺，右边就会看到竖立在路旁的标语，名为哈纳编织工作坊。同门村内两个部落的文化特色，除了名声响亮的原野铁店打造的同门刀之外，而榕树部落的编织文化目前只剩下哈纳工作坊继续传承下去。我们这个部落只有就是少数人在做，是一两个而已，所以有坚持的就可以做到现在啊。如果为了生活还是怎么样的话，大部分都放弃了。哈纳表示不会因为生计而放弃织布，尤其是妈妈生前特别教导她的传统织法，更是珍惜保留，并坚持继续传承下去。从妈妈告诉我教我织布的时候，就有两个那个织法，一个是眼睛祖灵的眼睛的织法啊，一个是彩虹桥的织法。所以这两个颜色，两个那个技术的话，到现在我都不会放弃，因为这个是妈妈留给我的。哈娜一生陪伴在妈妈身旁观摩，并仔细聆听那回荡在空间中的织布声，还观察织布的菱形及里线，设计出美丽又耀眼的彩虹织品，让祖灵的眼睛能够传承下去。我在用的是地基的织布机，因为这个地基是我妈妈，我在国小的时候是妈妈教我的第一个织布机，而且她这个织布机也是我的外婆外公做的，然后再转给妈妈，妈妈有年纪了就转给我，所以她现在的年龄是100多岁。这个是我亲手做的，亲手做的，所以我比较喜欢的颜色是比较中性的，没有太花，而且没有太亮，也不会太暗，所以我织出来游客他们都比较喜欢，所以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祖灵的眼睛，就是祖灵这种色的。这个是菱形，后来我自己研发出来这个配色的方面的，这个是平织还有眼睛凑合在一起设计出这样子的那个颜色出来，还有纹路出来。像我们本地的话，我大部分都是做一些小东西，好，做一些小东西来，这个是手机袋啦什么的啊，还有换一些我们手织的，这边是手织的，这个是我们花莲的颜色，就是白底的，还有一个彩虹桥的颜色，这个是我们花莲的泰鲁格族对的那个颜色，这个是南投的，只是他们的底是红色的，我们花莲底的是白色的啊，他们的花纹就差不多。
从花莲往鲤鱼潭的方向，过了仁寿桥之后，在铜缆铁店之前右转，沿着小径往西大约1000公尺，就会看到著名的乡野铁店。同盟部落除了清澈优美的清水溪流域之外，最出名的应属传承百年的著名公益同盟道，也是目前全台唯一至道的原住民部落。看到钟师傅正在切钢材、炼钢和打铁。我们制作同盟道有4个步骤，第一个，先把钢材切好。如果说人家订的刀，它的尺寸多长、多厚、多宽，我们就以它的尺寸，量身定做的尺寸来切割。切完了就开始烧火，烧火以后就打，打就慢慢用火烧，烧得红红的，大概在我的火度大概在1200度以上，要不然的话打不下去，一定要很红。同盟刀的制作过程包括选取钢材、裁剪刀型、炼钢、加热到1000度以上、手工敲平、淬炼再淬炼、去碳成钢、刨光刀面、圈上钢丝，还有制造刀削以及磨刀，每一个步骤都是环环相扣，都会影响同盟刀的品质。钟师傅表示，最难过关的就是炼钢，由于纯钢质地太软，需要泡水退钢，纯度降到80%才能发挥刀削砍铁的硬度。但如何算出泡水退钢的准确度，钟师傅表示这是上一代传下来的经验。刚刚是白色的，现在变成红红色。白色是它是100%的钢，我要退到80%就变红红色。所以这个刀太硬了，就很脆，容易断。第三步骤是磨刀，磨好了就直接炼钢，哈，炼钢。炼钢好了，就这个是第三步骤。钟师傅表示，同盟刀制作过程非常繁复，许多步骤需要靠手工，还要注意制造品质。尤其炼钢、泡水、退钢需要靠经验，才能制造钢铁般的硬度。4个步骤里面最重要是炼钢、退火、泡水的时候，它就形成一种白色。那白色就代表就是100%的钢，因为100%的钢太脆了，你碰到硬它就断掉，所以刚刚我在做的时候再把它稍微拉一点时间，它在变成粉红色的时候就马上泡水把它停掉，因为它已经退到80%，马上把它停掉。80%的话硬度也不会太脆，软度也不会，就刚刚好。炼好以后就磨刀，磨刀就直接砍铁都没有问题。出来了哈，要砍这个，看哈，砍那么深，刀口什么都没有。
钟师傅打造大大小小的刀器，对于品质极为讲究，完全不假他人之手，刀锋力度还蛮有自信，当场用刀砍钢铁，只见钢铁留下刀痕，而不见刀刃有损伤，使得铜门刀享誉全国，成为部落重要的文化资产。已经练好了，都试过了，都已经把刀柄都插好了，就开始制作刀柄跟刀削哦。这个是第四步的，全部做完就看磨刀，就可以把它刀就可以出。这两种，一个人工的，一个是机器车的。三站的三年，武汉人就是巴黎黑呀，巴黎呢，你看这是开呀，屋里头是巴黎呀，太阳哦，棉花热忙啊，咱们来去了都，哎，棉皮都，你们说你个扫墓个啥门？你看个太阳寒，春黑的，那你他们来自同盟部落的多兰。为了在2018年泰鲁格族的碎石记忆现场摆设竹筒饭与香蕉饭的传统美食，上山在路旁的桂竹园用镰刀选择新鲜的桂竹。因为这个竹子哈，生长在很密的地方才会出黑黑的，就是这个要洗得很干净哈、哦，要洗把那个黑的把它洗掉，这样子很干净呢、啊。这样子啊，那个口是刚才锯的，有那个碎哈、哦，这个要洗，要用铁刷子刷，稍微轻轻的刷，不要破坏到那个里面的膜，这样轻轻的刷，然后再冲一下。这样不是亮晶晶的吗？对。竹子洗过之后，把糯米装进竹筒里，直放在大锅子里面排好，再把锅子里的水加到九分满，盖上锅盖，大约煮一小时，就可以煮到好吃的竹筒饭，同时可以摆在碎石记忆现场贩卖。泰鲁格族的传统信仰是以祖灵为中心，遵守祖训才能受到祖灵的保佑，五谷丰收，并选定每年的10月15号为泰鲁格族的感恩祭，为祖灵献上祭品，而命名为穆盖巴利感恩祭。泰鲁格族的感恩祭，早期族人在播种与收割之前，祭司先行在山上准备祭坛与祭品，而祭祀时间选定在黎明之前进行。祭祀团出发之前，由祭司点燃祭祀团所有成员的火把之后，祭司一再叮咛要保持安静，不可以喧嚷，由祭司带领祭司团前往祭神的圣所。当祭司团抵达祭祀地点之后，
祭司在祭坛前祭神时，所有祭事成员手持火把，陪伴在祭司身旁一同祭神。在黎明之前，祭司牵着一名小男孩的手，将带来的祭品，包括小米、玉米、地瓜、芋头、豆子，呈现给祖灵，希望祖灵保佑族人平安，五谷丰收。鸣枪。各族一年一度的重要节日，我们称之为布赖巴里，族人视为重大的记忆。泰鲁格族是个尊重干粮的民族，在早期的社会里，族人的生活当中，因着干粮的规范，让族人从小要学习成熟的技能，男生打猎，女生织布。布赖巴里的意义就是感恩祖灵的意思。大会安排各部落的风味餐，提供给所有参与者和来宾享用，同时也摆设传统美食，包括芋头、地瓜、小米以及肉类之外，还有竹筒饭、香蕉饭与红豆糯米，这些都是泰鲁格族最具有特色的美味佳肴。苏央很忙大走美妙的木琴声，每年十月十五号的感恩祭，泰鲁格族人透过这个碎石祭仪，族人除了以木琴展演来感谢祖灵之外，还包括织布舞、狩猎舞以及口簧片和乐舞，与祖灵共舞来颂赞祖灵，希望祖灵保佑族人新的一年。